米拉和大家打个招呼哦。嗨。这是一款八岁加的遥控车。开心不？啊！是的。So cool！ 你要啊？好。螺丝刀、充电电池，还有一个充电线。哇，这款小车。米拉喜欢不？爸爸把这个电池装进去啊。这里有块电池。OK。这不转的。嗯，哇，爸爸装个电池啊，一会儿就可以跑了，对不对？酷，啊，里面可以坐人吗？可以坐个小人吗？来，爸爸看看。这个小车的下面还可以调动态平衡，这个车轮要是跑偏了，可以给它调整调整。现在遥控器已经开了啊，咱们看一看。赠送了一块备用电池，给车上用的。太酷了，爸爸先学习一下手册啊。这个是调左右的，这个轮就可以左右。OK， 前后左右一个小越野车，咱们现在去看一看去，走。你拿着。好嘞，放地上吧。米拉。它可以开了哦。看啊，向前。哎，这向后了。哟，好快呀！啊，帽子了啊，不戴帽子了好吗？陪着玩啊。你站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喽。哇，草地不行了。哎，往后倒，爸爸教你，这样子可以往后倒。对了，好，放地上 ，good。来，开始，都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。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！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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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拉，你过来，来来拿过来来，哇，来这儿来，来这儿，你要来试一下呀？哇，来，你要来试一下？好来，哎。爸爸教你，把手放这儿。对，好。
这款车还是很好操控的，轮胎是有一定的缓冲力，还有一个减震的设计，四个轮都有，这个地方还能调平衡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又来了，看这儿啊，你要来呀，你来。